我叫蔡子云，你可以叫我 Ella。 我今年25岁，在大学里主修工商管理，在营销领域里有2年的工作经验。我饰演的张伟是个孤儿，同样有个不愉快的童年，这让我觉得上天对我非常不公平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很快可以成为好搭档。你除了口才了得、察言观色、精明能干之外，还有什么绝招你还没使出来呢？我在剧中的命运会有多坎坷呢？他是 Kitty， 是新人，说不定啊，那些钱啊，根本就是不干不净的。请锁定 NTV 7，每逢星期一至星期四晚上9:45，有你终身美丽。